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民国一百年的秋天，我们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再次的录制《佛心花海》这个节目。那当然能够做这个节目呢，首先要感谢生命电视台海涛师父给我们这么好的因缘，那也要很感恩很多的护持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德们。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很顺利的一直在播那也要感谢很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那帮我们录制出这么好的节目来。我常常在外面偶尔都会碰到很多人，看到我就会跟我说这个节目做得很好，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那也觉得我想要更努力的把它做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呢，我们就以古波斯诗人奥马加英的一首诗，他说呢，芳草丽片清江外，落草娇柔人欲采，寄予行人莫损伤，离离草下知谁在。那我们在这个波斯诗人奥马加英的这个鲁拜集里面呢，这个四行诗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慈悲心呢，不管古今中外，任何人都非常的具备的所以师父一再跟我们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吃素、放生、烟供、施食，要意念众生然后善施如母众，意念众生情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能够借由从点点滴滴的因缘中去感受到众生的需要，也就能够感受到师父的善施如母众所以每次听他在念、在唱诵这个梵拜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今天借由这首诗呢，来插作一件的作品，那也慢慢的来品鉴诗人在诗中的含义。那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器。今天呢，我用了一个盘，跟一个瓶。那盘呢，我们可以来象征大自然大地。那瓶呢，可以象征比较高的树所以这借由两个不同的花器呢，我们就能够把大自然的景那把它写作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为了让这个作品更加的出色，所以我们加一块的木头
啊，所以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柏枝啊，事实上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玉山圆柏，就是柏的树干啊。那我们知道这些植物呢啊，就像这个诗中所说的，其实植物都在供养众生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啊。我们看到呢柏枝呢，它是具有非常多的一个分多金啊，而且非常有能量有正量的一个花材。但是呢这个柏枝经过长年的岁月之后呢，它干掉了啊，枯掉了，可是它的这个树干呢，我们还是可以很善用它啊。所以我今天借由这个柏枝呢啊，我先把它做一个固定啊。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转盘呢啊，这个盘比较大，所以这个转盘它会比较会动啊，所以我稍微做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固定啊。那当然我们不一定一定要插这个柏枝，可是多了这个柏枝之后呢，整个作品的感觉就会很有特色啊。那我们在中间也去感受到这个植物呢，它是一个苍苍的翠柏的时候，它对众生的利益，可是当它干掉之后呢，它也是这么的有用啊，那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艺术的创作啊。好，那首先我把这个柏枝固定好之后呢啊，接下来我选用了枫叶啊，因为今天刚好是立秋，所以在立秋这个节气呢啊，那很特殊的，在古代呢，这个时候在古代啊，《东京梦华经录》记载，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在市场里面卖秋叶啊，就是有一个木字头，木字旁，在一个秋天的秋，这样的秋叶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跟因缘了，但是我们知道秋天除了秋很特别之外呢，另外就是枫叶啊。那枫叶呢，它马上会因为天气变冷了，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变色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枫叶呢哈，我把它折成平出之后啊，我已经有先折过枝了，在这个地方给折成平出之后呢，然后我把它跨在这一块木头上面啊，让它之间形成一个很特别啊交错的一种美感。好，那我们也在插座的时候去感受到干材与生花的运用啊，就是干的枝材跟生的花材它们之间彼此之间的一个感觉。好，那我把这一支枫叶呢啊，透过这一个枝干的固定啊，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呢，这一片这个枫叶呢，它是这么的特别哈，尤其是其实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取下来的时候，它是很多的虫咬叶，很多的破叶啊。那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像春花一样永远都是这么的美啊。我们知道枫叶春天刚刚发芽，它是这么的可爱啊，那这么的清脆，但是呢经过炎炎的夏日啊，那就像我们人一样慢慢的进入了中年了啊，然后呢这个叶子就因为生命要付出，所以我们会随着季节变得苍老的容颜了。可是这个时候它会散发出生命的一种美感跟质感啊。那我想一到了秋进入冬之后，整个枫叶会变红啊，那个时候呢又象征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中晚年以后呢，我们非常丰盛的生命的喜悦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植物呢，它其实无时无地的不再对我们说法啊。那我借由这个枫叶跟这个柏枝两个之间互相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就像在这个大树下，那我们知道呢，植物呢它在炎炎的夏日为我们辟，就是带来的这个阴凉，所以它长得满满的树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再用一些的枫叶啊来做它下段的部分啊，前后的一个层次的感觉啊。好，然后呢，我再剪一点点的这个素材，好，好啊。那我们很多人也都很喜欢枫叶哈，因为呢，枫树呢，它一年四季会展现不同的一种生命的感觉。好，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位置上呢，会比较不好插座哈。好，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枫叶呢，它又会变成很多虫儿的最美好的食物啊。因为我常常在这个枫树下散步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
毛毛虫呢，它们都会在这个枫树上吃这个枫叶哈。那我们从这中间也感受到呢，这个植物呢，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为我们遮阴啊，然后提供毛毛虫呢，很多的夏天的这个需要啊，食物的一个需要啊，然后呢，也给我们用来插花啊，所以呢，看看植物它是这么的勇敢啊，那这么的对生命这么的付出啊，所以身为人的我们呢，怎么能够不努力不用心呢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呢，波斯诗人奥马加因在《鲁拜集》这个四行诗里面，他提到呢，他说呢，芳草绿片清江外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江外呢大自然中呢，满满的绿色的植物啊，然后整个绿油油的一片啊，那他说落草娇柔人欲采，然后在这个大自然中呢，很多很美好的植物啊，花草植物哈、啊，他说既以行人莫损伤，也就是说我们在行进中的时候呢，或者我们任何时候啊，不要去伤害到这个大自然中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离离草下有多少的众生在这个里面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波斯诗人奥马加因的这个诗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诗人呢，他的心是非常的细腻的啊，他都可以感受到啊，就像我们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我们要很小心的走啊，不要去踩到这个虫蚁啊，所以出家人呢有所谓的节下安居啊，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每次在走我的后花园的时候，就会发觉呢，上面有好多的小小的那个蜗牛啊，所以我都不敢穿鞋子踩上去，常常都是赤着脚在上面踩，就很怕不小心会踩到这个蜗牛哈、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读读古诗啊，那读读古书啊，然后呢，无形中也是提醒自己，有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没有那个悲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哈、啊。那有时候呢，适当的因缘时节的时候呢，那读一点书，那读一点诗啊，让你在无形之中呢，也可以知道啊，这些贤人圣人他们的一个悲心啊，然后也是随时可以提醒自己，哎，是不是自己没有关照到这个部分呢？好，那我接下来用的这个是杜鹃哈。那我们知道杜鹃呢，在春天也是非常美的哈。然后呢，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呢，这个杜鹃的叶子呢，也是一样绿油油的。好，那我再用一点点的这个枫叶做我们这个瓶口的这个地方的运用。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也可以同时欣赏一下这个花器啊。那在这个花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艺家呢是很用心的啊，经营出这个花器的这个特色跟感觉哈、啊。它的颜色呢，有一种像山壁的感觉，就是有点大自然的这个石壁的感觉哈、啊。好，但是它的瓶口稍微小了一点点，所以它会比较不好插花哈、啊。那我来试试看一些角度怎么去运用它哈、啊。可能我们都要用有一点点平出的角度。好，所以我把它插进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片很大片的这样的一个枫叶哈，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稳住瓶口哈，所以我今天选用了一朵这样的一个蝴蝶兰。好，我们在这首诗中呢，其实我们有一点赞叹这个大自然植物的一种美哈。好，那台湾的蝴蝶兰呢，更是举世所闻名的哈，很多人都非常欣赏台湾的蝴蝶兰的美哈。那我们提到就是说，在台湾能够插到荷花莲花要很感恩，但是想到在台湾可以欣赏蝴蝶兰也是要非常的感恩的哈，因为台湾的蝴蝶兰长得是这么的漂亮啊，所以我们用蝴蝶兰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花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个整个作品的这个感觉。好，那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枫叶是这么的翠绿啊，然后呢，这个蝴蝶兰呢啊，它是这么的纯洁洁白的感觉哈、啊。好，我把这个蝴蝶兰让它稍微挺立一点点。好，那我用一支的铁丝做一下固定啊，因为我们这个瓶口比较小一点点。好，啊，
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用的这个角度呢，它是介在60到90度中间哈，所以我们称它为平出细影。好，那我希望我能够在这边再加一点点的叶子，这样子啊，那可以增加这边的一个力量的感觉。好，那我再找一点点的枫叶，啊，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发觉枫叶的那个清脆度呢，啊，虽然是由夏入秋了，但是枫叶的清脆度还是真的是很美的哈。好，所以我把它稍微的，好，增加这边的亮感，这样子我的组花就感觉上有一点点基盘的感觉啊。我们所谓的基盘呢，是用它来衬托组花的啊，然后来强调组花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啊，这个花，好，我把这边再修一下下，把枫叶稍微修一点点哈。虽然这个叶面是这么的美啊。好，那我们在做完这个上段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枫叶跟蝴蝶兰的上段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接下来来做这个盘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在这首诗中呢，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清江外的一种感觉啊。那其实这首诗中呢，诗人无非不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要关爱众生啊，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时刻之下，好，我们都要注意到生命的一个存在。好，好，那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些属于那个青苔类的东西呢，来铺这个盘的盘面。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青苔哈，好，来做这个大自然中地面的感觉哈。好，然后呢，我把它这样整块的青苔把它铺上去啊，我们把它铺到这个上面哈。好，那也借这个青苔呢去遮饰一下我们的剑山。好好，那各位不知道现在可以看到呢啊，我现在加了这个以后的感觉哈。好，然后我把这个剑山稍微修饰一下啊，那这样子就不会看到那个光光的这个剑山的感觉了哈。好，那除了放剑山之外呢，我们再插一个这样的一个斜景的时候，我们可以适时的也放上这样的石头哈。好，那比如说呢，我加一块像这样的石头，然后它就会变成非常具有斜景的一种感觉。好，我稍微把这只剪下来哈，它感觉上是本来是蛮美的啊，但是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样子，整个盘面的一种感觉哈。好，那在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点水哈，啊，让我们这些枫叶呢，它可以吃到一些水。好，那我们在这个诗中呢，其实诗人无非是在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要爱惜这个大地啊，爱惜这个自然啊。所以我想现在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观念哈，因为只有这个美丽的这个大地呢，我们才能够长出很多漂亮的花哈。好，那我现在呢，接下来用的这个是长寿花哈。那当然呢，我们在插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斜景花的时候，任何的花都可以运用哈。那我今天选用的这个是长寿花，好，因为我们在露营的时候刚好是很热的夏天哈，然后这个时候呢，花市又刚好休市啊，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变这个姻缘哈？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用盆栽来插座好了哈。所以这样子也是给盆栽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就是呢，其实这些盆栽、植栽的作品，它是很耐的哈。它不像切花，像太热的天气呢，切花一下子下来就可能2天3天就谢掉了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长寿花呢，啊，它非常的可品，非常的美啊，那非常的好看。那长寿花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哈，因为它的名字的关系哈，所以有时候一个好的名字呢，它也是会让人家会特别的去想要买它的。好，那接下来各位阿弥陀佛看到我手中的这个叫做金丝菊哈，那这个金丝菊呢，它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可爱，小小朵的啊，那很简约的感觉哈。好，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它放一下下感觉。好，那我想呢，我们就用这两种小花好了。
好，好，那我们说呢，其实一个写景的插花，哈，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写景的插花，然后结合诗的意境啊，尤其是禅师的意境，哈，它很能够叙述很多生命的一个情怀跟感觉啊。那我们在插作一个这样的作品之外，我们就会发觉啊，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点人物哈，比如说今天呢，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草地上呢，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石桌，那上面有茶壶，有杯子，啊，那就想到说我们要爱护这个大地，维护这个大自然，啊，那这样我们才有户外的一个舒展的空间啊，那运用这样的一个诗啊，跟一个花艺的创作啊，那无时无地的不再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要关爱这个地球，那珍爱地球上面的所有一切的有情众生。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件作品呢，各位爱画的菩萨可以看到呢，我的前面有两块这样子非常特别的两块砖块。那这两个砖块呢，其实是我的姨母啊，我的阿姨她的家的旧房子要拆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两块的砖块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把它放着角落的地方，那就养出了很美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两块的砖块来做插座啊。好，那我在这个砖块的后面呢，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花器。那我想这样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应用在什么时候呢？其实在展览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作品，因为它会感觉上很亲切、很自然哈。好，那我在这个小花器这边呢，放了一个剑山，好，然后我插了一朵这样子很脱俗清新的仙女兰，好，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拖鞋兰，好，这样一个拖鞋兰哈。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仙女兰、拖鞋兰，它是感觉上非常的婉约含蓄的一种美哈。好，然后呢，我在这个仙女兰的后端呢，我再加一片这样的一个佛手鱼啊，佛手鱼哈。好，我把它做有一点点，虽然它有它本身的叶子，不过呢，因为要增加它整个那个亮感啊，所以我加一片这样的佛手鱼哈。然后呢，我这边还有一只这样子非常可爱的佛手鱼哈。那这一只也是自己种的这个佛手鱼，然后它长出一个很奇特的形状。好，那我把这只佛手鱼呢，就刚好运用在砖块的这个洞洞的地方哈。我试试看放看它卡在哪里比较好。好，那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之后呢，哈，那这个佛手鱼呢，就好像有点从那个砖块上面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感觉。好，那我想呢，这样子一个非常可爱、清新、脱俗的作品呢，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哈。好，然后我把这一朵花再调一下下哈，因为这个剑山呢，它稍微的不太稳啊，所以它会稍微的往后倾斜。好，然后呢，我在上面呢再放一点点的这个青苔哈，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我们可以用来做展览用啊，那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展示一个商品哈，或者说我们在平常在家里或者是在道场啊，那我们要表现有一点禅静的空间哈，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运用哈。好，那我再放一点点这样的这个青苔呢，我们在花市可以买得到啊，这样的一个青苔哈。好，我把它放一下下。好，那我想呢，
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清新脱俗的一个作品啊。那我们可以加上一些配饰啊，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配饰来做一个搭配啊，然后那来展现你那个空间的一种清净，跟很自然的一种气息啊。那我们知道唐朝的庞蕴禅师说呢，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啊。那我们想呢啊，在禅师的这个诗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虽然一朵的小小的小花啊，就像我们的心念一样啊，它是无边无际的啊。那我想修行学佛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掌握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掌握当下的每一个因缘，那时时勤修，那我相信呢借花，那借由自己的修行呢，相信我们的生生世世都会是更加的圆满的。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舍利塔。为什么？佛的塔代表佛的心，菩提心，也代表成佛之道。能够看到佛塔，能够拜佛塔，能够绕佛塔，供养佛塔，都有无量的功德，消除无量业障。一只鸟飞过佛塔乃至影子，它就脱离三恶道，乃至将来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所以希望各位多发心造不分大小的佛塔，多礼拜佛塔。阿弥陀佛。中华印经协会邀请大众一起造塔、绕塔、供养佛塔，走向成佛之道，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吃饭啊，十存五观背一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吃饭。这个饭来的不易啊，哎呀，我很惭愧心啊。吃的时候不能起贪嗔痴啊，是把饭当作药啊，这样来吃的啊。而且吃之前还要念一个解毒咒，念一下三不赖戒多。有念的举手，你能不能给他动动啊？阿爸用海洗，各位
传染病流行的时间一定要念，很多病都是透过食物的传给人，对方也不是有心的，对不对？但是他就把这个感